这是小雨蛙，昨天还是有尾巴的蝌蚪，今天已经都变成青蛙的样子。这是我的食指，你可以看到小雨蛙的大小啊，比我的食指还小，比我的指甲还小啊。OK， 这是另外一只，啊，它在水面上载浮载沉的。刚刚它们都已经离开水面，离开水了，已经在外面呼吸了，所以它们实际上现在不用在水里面生活了。啊，四只脚，前脚长得比较健康了。